不光黑胶条了，这样，这个我就是说，今天我本来就是看他们发微信，然后我就看到倩倩在跟那个大胖他们一起吃饭，然后我就发了一句好羡慕他们，让我来超级好，然后临时来了，然后他们都很好，就是说他们也没有觉得我打扰什么的，然后我就突然来见到我的偶像姐姐了，我这是追星成功，兄弟姐妹们，我追星成功，你们要向我学习，没错。好嘞，大家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大胖还有软软，哎呀，我的对焦 ，OK， 帅到失焦，太帅了。好呢，还有我们的文文，还有倩倩 ，Hello， 是很可爱。OK， 我不吃哈了，不然你们有对不起，太能学了，不然不好意思，不然你们又说我了。反正我们今天要去随便吃吃，然后他们就带我一起去吃一下零食。我们现在在排乐乐茶。就跟南瓜一起吃过的那家，排起来的人还挺多的，然后就这样。拿到了乐乐茶，这个很好喝的，草莓味的，然后每个人都拿了一杯这样子，大概。然后我们现在去拿车，然后去吃东西，我就在这里随便录一下 vlog。 我在录 vlog。 各位你们知道吗，这个原来是用来喝奶盖的，刚刚文文告诉我的，我真的不知道，好神奇啊，新大陆。我以前还一直问奶盖怎么喝，原来就是用这个喝的，不，我以为得搅拌。哦，喝完了吧？我们现在要去吃叫什么来着？耳光馄饨，还有馄饨。哎，是馄饨还是馄饨？对吧？馄饨。那个第二个是轻生的。馄饨。是的，我们先去吃一下这个馄。反正现在很多很多网红店嘛，这里刚刚也看到了 The KX 吃菠萝推荐的，有机会我去吃。是啊，耳光，打个耳光，吃个馄饨，哦耶！现在是三个美食博主拿着照相机，那是什么？哎呀！就我们自己家里炸猪排，馄饨，这什么馄饨？荠菜。荠菜馄饨，荠菜汤，馄饨，后面那个字读得特别快，馄饨，清音，我中文课学过。无言了。美食家的眼光。哎，这名字怎么说？海文 ，Garvin。这个酱油你说多少钱？好好看哦。抓猪排，我经常吃。对面坐的，对面是现金的人，是我。现场啊！我特别录像。恋爱循环。就是没有我爸爸好吃。倩倩好专业。兄弟够劲吧？基本水平，是不会做菜，肯定不只是会讲。稍微专业一点，这个是上海专用酱油，叫上海，我不是做广告，上海辣酱什么风味，泰康算了，莫名其妙的。哎，我们是叫了几碗三碗的，就是你一碗我一碗，你们两个一碗。你们就一碗全碗给我这个也就是一个人，哇，谢谢。
炖。原来那个字读忌材。我昨天早上吃了这个。他们有点厉害，刚吃完自助餐，现在又来吃火锅。哎，对了，那个主播呢？有两个吃了。今天就混吃，真的是。有些人对吧？就是吃了，有些人吃了带着浙江猪羊，对不对？有些人我们吃一点点。我的总在睡觉。他们不是。天天要看这个黄金就是要站住两个不用的不用的他这样子你要给他试一试这个身材哦不用看得好辣不用我真的他是我爸帮我去给你寄点好你妈我爸帮我去哦你爸真的我爸帮我去好吃给你寄可以还没吃着，应该有一点吧。声音给它关掉就行了。
三个火锅都是900元。差不多呀，就有点像那个。我不会点评，不会，我也来瞎点评的。这个呢？你说的是这家吗？对，这很有名的，好像还是。你看这个，还有，它甜点也很有名，是上海有名还是谁？哦。我来点评一下这个，就很滑，算了，我放弃了。我们还是去看倩倩的电影。我吃几段啊？这汤真的。现在我们要所有人骑着 Mobike 去买虹口糕团，都说一样的话。虹口糕团，好棒呢！这个全家福比较有名，吃过几次。嘿，有，谁不得有？有的时候他的性就是虹口糕团的时候会抽烟，会抽烟。人呢？还很好吃吧？哇，芹菜，这很好吃，哇，光可以了。哇，这很好吃啊！那还有芝麻，这边在烟台那店里有个小孩子特别特别可爱，就是白衣。哇，这真的很好吃啊！嗯，这里面那个咸菜，你吃的是甜的是吧？嗯，我刚刚吃的是咸的，你这有芝麻糖哦，你这咸菜也有，我觉得咸菜特别特别好吃。是吗？那咸甜的，帮你拿吗？嗯，可以。你看人家很聪明，就拿个咸甜的呢。你找哪里找来？你路边是你跟他们说的吗？我是不是拿？就给给给给。哦，你这香菜呢？我会跟他说这是浪浪帮你买的。好重啊！妈，哪个是我们的那个车啊？超级好吃，特别。我刚吃那个汤也不好吃啊，不好吃吗？我们放甜的哦。今天阳光正好，你正在正好吃。等等等等，今天阳光正好，你正好在吃虹口年糕团。刚听好啊。不是，这辆不是，这辆是我的。我说这辆是我的，那个破的。坏掉了。你藏这干弄一弄，藏这干弄弄。那个撑脚的，往上弄一弄。撑脚歪了。好酷。还有镜子。我不说这个经济。我来不是先要把它踢到底，然后再过去，不是右边啊对，然后再下去，不是小东西上面一个小的小的东西，往上啊对对对，往下啊对，哎再往下，好再往下，哦哇，你们没有生活经验吗？没有啊，没有。他们觉得旁边 OK 淘淘再回再过来，我要把这个淘淘你再给他买一个吧。